好，来搜一下头的部分哦。Subdivision 先关掉，然后这边的头这边的面数可能不太够，因为我们下面这边面数用比较多，所以这边我先 bevel 一下好了，bevel 个2，然后调一下位置。待会应该还会再做一些调整，那这样的话，这边有几条，我看一下。这样的话是五条，奇数的话可能不太漂亮，没关系，先收收看哈。好，这边前面的话，那我也是，这边就一二三，bevel 一就好。好，从前面这边开始哦，前面这边这一条一处，然后锁个 X 轴，然后先把它吸过来哦。Auto Merge 记得开，然后这边怪怪的，应该是那个把线相反，所以来看一下哪边。好，这边、这里、这里跟这里还有这里哦，把线相反，把它翻转过来。那再把这个颜色关掉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这边就先把它连起来了。气氛，然后播放零。好，那 Auto Merge 都是一直开着哦，目前。哦，然后再来，Ctrl X，好。也是一样哦。那这里的话，直接移下来。好，这边稍微调整一下。那再来的话，我看一下，前面这边再搜一次好了，这边哦，这边再搜一次，然后一样一处哦，就是一直一处，然后一直调位置而已。最后再做一些调整好了，先把它收完，再调。然后下面上，好，那刚这个点的话，啊，这边就做一下调整。好，这边再往旁边收，一处，好，这样的话应该可以收在侧面。哦，就比较不会奇怪，因为有的时候一些角度看的话，哦，你看起来正常，但是转到另外一个角度，它会有个奇怪的凹陷，哦，所以这个要小心，哦，这样就可以收在侧面，好，稍微往下移一些，这里的话，这个应该可以，这边都。往后移一点，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还是一样对住外面这个轮廓。
哦，所以这里要把它进去一点。那正面的话，这边的线稍微密了一点哦，把它稍微松开一点。好，这里奇怪的凹进去。好，开个 subdivision 看一下哦。乍看之下应该还好哦，右键觉得 smooth， 看起来应该还好。好，这样的话前面应该就收完了。这边可能这里在这边的分布再改一下。哦，尽量让它平均一点，然后多角度观察哦，这边有点凹，稍微往前推一些，这里也是。Subdivision 关起来，这样看比较准。要不然那个 Subdivision 开着看的话，它那个会有一个。感觉都没问题的感觉哦，那其实这样是比较不好的，所以看情况开。好，那个这边看。看起来没平滑到，这样应该比较明显。这里不行，凹下去。哦，这样看比较明显。刚有开那个 Material Preview， 哦，那这样的话就明显。哦，所以说面全选右键，觉得 Smooth， 哦，这样就看起来好多了。好，这边还是。再进去一点点，下来一点点。哦，这个你们就自以为调。那、哦、我这样这边的话，乍看之下是还可以。哦，多转几个角度看有没有奇怪的凹进去。哦，如果说没有的话，那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尽量让线平均分布。好，那再来哦，就是后脑啊，后脑这边的话，我们这个点跟这个点应该是可以对到，这边有点高，所以稍微把它往下移一点，左立轴对齐到这边，好，两个点连起来，好，连起来之后细分，那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三。好，这样的话，哦，从上面看，这样的话把它弄得像头吧，那就是圆圆的这样。先这样切切看，哦，不行的话就是补刀，就这样。这整个头觉得可以再往下一点。
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看一下，从这边好了。哦，这边一二三四，一二，对，这边多少？这边8条。那从中间开始，然后也是一样，一处。好，这个样子。那这边就再卡一刀吧。好，侧面稍微调整一下，这边可能到时候应该也要卡。好，下面这个其实没有一定要从哪边开始收哦。哦，你们自己觉得顺的话，其实应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这边就再开一刀。调整一下位置。那后脑这边呢，因为 会被那个头发挡住嘛？其实上面这边也会啊。那但是因为这边比较靠前，有可能，应该也没有什么有可能，就是还是会被头发挡住，所以其实可以稍微，不用那么在意，没有关系哦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，那个被头发挡住的地方，为了节省面数哦。甚至这边都会砍掉哦，面数都会砍掉，所以说就是其实不弄也没关系，但是有的话哦，你那个到时候在做头发的时候，可能会比较好去对位置啊。不过因为 我们是已经做习惯了哦，所以说大概都知道怎么弄。这边可能刚有说过嘛，这边可能还要再一刀，没关系，这边先出来。那到最后这个头发应该是不会砍掉了，不，那个头皮啊，头皮应该是不会砍掉了。哦，这边我就先没有调。看一下，好，这边开一刀。好，这一把连过来。那跑掉的话，做 X 轴，然后这样，哦，这样就回来了。好，这边的话，这边很明显就可以直接这边切一刀，然后下来，所以我这边就直接补起来，然后这样，这样，好，这样，这样，哦，然后这边就可以连过来，这边连过去，
好，就都四角面 ，Enter。那这样切就是点要多调一下哦，会比较看看情况啊哦。然后建议你们都用快速键啊，尽量去试着用快速键，因为你有一些东西在切换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常看到你们有在切换那个编辑模式，因为编辑模式我们会很常切换嘛。哦，你们看到你们在那边选这个，就那个速度会比较慢，用说可以稍微能够习惯一下快速键，就当做是左手按快速键是可以。刺激一下右脑，看一下，觉得怪怪的，觉得 smooth 先开起来，啊，这样看起来还好，这里吧，好，你让 Subdivision 开起来看一下哦。哦，这样看起来就差不多了。从上面看的话，应该是还好。哦，这个线尽量让它这样滑顺一点，不要像这样。突然，本来感觉是直直的，然后突然歪一下，又歪回来哦。所有的角色，所有的线都尽量是这样。然后 Subdivision 关掉，然后回来啊，下巴这边哦，下巴这边先收，这边先开刀。好，这条跟这条补起来。那看起来有个微妙的阴影，不晓得是不是那个面反过来，看一下哦。哦，没有反过来，那应该就单纯的是影子的问题。好，这边稍微往后一点点，看起来怪怪的。好，这里的话稍微往下一点，有点太上去了。好，这里补起来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哦。我们之前有说耳朵这边要留一条嘛，
那上面这边可能还可以再开一道哦，耳朵这边留一条就可以接到下面这边，所以说我们先上面可能要再开一道，所以我先从这边开始。好，一处，然后锁 Y 轴，哦，一点点就好。好，这里的话把它这样连好了。这边凹进去了，看一下正面。哦，这边的面比较蓬，可能是那个 subdivision 的时候改，因为 subdivision 的时候它会稍微缩进去一点，所以这边就自己斟酌，那看哪边要出来，哪边要进去哦。那也是一样哦，这边稍微分布把它平均一点。好，这样的话，那耳朵这边的话，我就再开一刀好了，然后面就尽量的给它浪费这样，补起来，这边补起来。哦，你们的课，然后应该是说课堂上面的课，然后跟我这边做的哦，都会不一样，所以你们就自己斟酌哦，但是概念都一样的哦，所以说重点是概念有学到，像眼睛要眼罩的形状哦，嘴巴鼻子那边要水滴形的放射状哦，这种只要知道这个样子，就是知道观念的话，那其实做的话就还好啦。哦，不会太难哦。那脖子这边的话，哦，应该是从下颚骨这被盖住，不是很明显。我看从这边收好了哦。那这边的话，先开刀，因为这边只有一条，所以进来一点往上。好，这样的话，这个把它连起来。哦，那我们下面这边脖子这边多少，看一下，七条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哦，没有，六条，七个点。好，一处往上。好，到脖子这边这个点，那把它粘过来。好，后面这边也是，哦，就把它粘过去，然后调整一下，这边就选起来缩放 Y 轴，然后往前移一点。好，这边有点斜斜的，看你要把点拉下来，还是要稍微的去调整它。哦，我这边用调整的好了。哦，旋转一下，然后往上拉。好 ，Shift 按住的话，可以一次转一点点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补起来，可能还可以再切一条。哦，那正面的话，我看一下，这边，哦，这边先再长一圈好了，再长一节啊，不是一圈哦，对不到。好，这里的话，我看要不要开一刀，先开好了。好，看完之后这边稍微多加一点，那我先卡个两刀三刀，先卡两刀好了。好，这边补起来。好，调整。
对到那个头，那个你的后颈的那个形状，然后再就是要封这边，这里往外一些，那中间这样看起来再补一刀。好，这里，补起来，看一下啊，应该可能不太行，哇，这个有点微妙，哎，这样。哦，这样补的不是很好。这边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奇怪的形状，没关系，先这样看看好了。我们就是目前只求能做出来，哦，那其他的就先不要太在意好了，要不然要讨论那个布线的问题的话，那可能又是要花很多时间。哦，因为一般来说，其实会讲求一些 布线的概念，上课应该也要讲啊。但是布线的概念就要靠一点经验了。好，这边 smooth 一下。哦，乍看之下还可以哦，这边稍微放松一点，这边可能还可以再一条，或者是把这里往后，这样的话这个就不会那么明显。好，subdivision 开起来看一下，好，这样应该还好。好，再来就是补后面。好，后面这边几条？三条。好，应该可以直接补。好，先从后面开始哦。看到这个点不顺就不舒服啊，就忍不住想要去瞧一下各位。好，这边一处做 X 轴，然后也是一样哦，起过来。然后这里就应该是直接这样收，一直收过去，大概啊，哦，上面这边啊，这边可能这里把它啊，不行啊，先 club 好了，这样这边有个奇怪三角面，虽然没关系，不过看这边可以把它卡一刀，啊，因为我为了要收这边。所以这边可以先这样，然后看一下哦，OK，这样卡过来，然后这里卡过来，
这里卡过来，好 ，Enter， 好，调整，这个是投资部啊，正常来说应该是不要这样比较好。那耳朵到时候这里，我直接先把这边的线先移过来好了。好，哦，这学的字母是。好，先看一下，然后这边的分布哦，又再调整一下。啊，因为面比较少了，所以调起来应该是就还好。这个整个可以上来一点。好，这样看起来的话，应该是还好。那上面这边的话，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直接开一刀哦。如果说硬要维持四角面的话，这边是就直接开一刀，然后调整一下这一条的位置哦，因为这边的面很宽。把它平均一点，那这一刀的位置再瞧一下，哦，这样的话就收在上面。正常来说可能是收在这边比较好，那不过没关系哦。像我们前面这边就是收在这边，那这边的话因为头发会盖住，所以到时候可能面都会砍掉哦，所以就还好。好多角度观察。哦，这边的可能也可以把它。分布过来。好，这样的话，头这边就算差不多收完了。那接下来，等一下哦，先不要关，还没。眼睛这边先做一些处理哦。我们这边之前是直接这样缩进来嘛。那所以说，我先把它哈，我们先把这里面把它删掉。好，然后删掉之后，整圈选起来哦，然后一处做 Y 轴。好，进来一点就好。那接着一处，或者是说直接拉后面一点也是可以啊。我们用卡线的方式好了。哦，往后拉，那接着再把它补起来。那这边看你要怎么收哦，你要直接卡线收也是可以。哦，或者是说要把它收成比较圆。哦，一般来说我都会收成收，把它收的比较圆啊。啊，不过这边我就直接卡线好了。好，这样，那我调整一下位置。好，那接着哦，进到这里面，把刚刚的那个面哦，先压平。
可以拉后面一点没关系哦，反正到最后那个看其实看不出来哦。然后这整圈的线哦选起来，中间咔一刀哦，然后这边这一圈把它放大。那因为看不到的关系哦，然后稍微往前一些，那放大之后可能会穿出来哦，像这边哦，就把它收进去。哦，不要，就是跑出你的脸啊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 subdivision 开起来，哦，看一下。好，接着我看一下哦，好，就先这样哦。头把它收好，头收好。都把它处理好，这边就可能看起来有点硬，应该要好，这样的话就有一颗基础的头型了。哦，那接下来的话应该是做先做耳朵好了。哦，